躲在乌黑巷弄里的玉子亭，大灯耀眼地挂在店面上，让你可以循着亮处就找到它。店名立体地挂在画有大黑圈的墙上，修长的板前桌贴着属于你座位的号码，抽屉里还有杂志，让你在等待上菜时不会无聊。蛋的熟度可以跟老板说，现煮的美食可以为你调整口味，想要清淡点就直说没关系。这里价格实在，多叫些小菜犒劳自己也不心疼。店家大推号称巨无霸的无底洞盖饭，其中究竟卖着什么关子，就等你来一探究竟了。